印度尼西亚莲花嬷嬷，师尊好，阿弥陀佛，对不起，弟子没有显露自己的名字，请师尊原谅。弟子皈依师尊，也是因缘所起，然后也有皈依两个不同宗派的两位师父，但至今弟子修的是真佛密法为主，弟子都很尊敬弟子的三位根本传承上师，因为每一位师父教的都合宜八正道，也叫弟子持戒，也试了不少的智慧，让弟子一步步开悟的更深，也叫弟子不同的善法得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师父的教训，弟子能更深入师尊的法，也能使用所有三位师父士的智慧来体会到所有三个宗派的法路，明白了道本来平等而相连。弟子想问的是，因为弟子是三位不同宗派的传承师父如佛，弟子不分哪一位师父的成就更高，哪一位师父的更低，弟子只分弟子皈依的顺序，不管弟子行的是哪一种宗派的法的时候，弟子首先会奉请三位根本上师注顶，便祈求上师加持，按照这个顺序先奉请师尊，然后第二位师父，然后第三位师父，然后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，然后第二位宗派历代传承祖师，然后第三位宗派历代传承祖师，然后继续修法做法。弟子修真佛密命的时候，修法前也是这样子做，当念奉请时也是先这样念，然后在四皈依的时候也先做这样的观想，其他的都和正佛中修法仪轨一样了。弟子修法这样子做是否可以？谢谢师尊，阿弥陀佛。好啦，这个哈，这个印尼的莲花嬷嬷，他没有讲他自己，因为他讲他自己的话，一定有很多的建设过去，啊，很多的建设过去。师尊认为哈，他修的是真佛密法，因为他讲的弟子修的是真佛密法为主。但是他很尊敬弟子的三位根本传承上师，而每一次奉请都以师尊为第一位。哦，这个，然后就跟他所写的这样子的，啊，大家以为如何？啊，他修的是真佛密法，啊，以师尊为主。但是他三位师父他都很尊敬，都视之为佛。有意见的举手，
没有意见的不用举手。我认为哈，他这样子做也是可以的。我个人呢，我个人以我个人来讲，他这样子做可以的，因为每一个人开始的时候啊，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闻思修，先去闻，去听法，然后再来，每一个佛弟子都会跑道场，都会跑道场，不会说一个人到了一个道场听了以后，别地方的道场他就从此都没有再去，哎，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师尊也是一样啊，我首先是基督教，后来是道教，后来才是佛教，我也皈依了好多啊，啊，不属于佛教，也不属于道教，也不属于这个基督教的。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师父啊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啊，我以前也皈依过萧昌明，天德圣教，天德圣教，我皈依过啊，啊，依止过，依止过，我也礼拜萧昌明，啊，萧昌明夫子，我们称为萧昌明，也就是二十日真言，二十日天德教。那么天地教，这个李玉阶，他在那个以前有一家台北有一家很六福客栈，啊，六福客栈的这个饭店，啊，六福客栈的饭店，李玉阶请我吃饭，他说他要请我，要他要创立一个宗派。请我写一个名字，写一个宗派的名字给他，我就写了。我写什么呢？写天地教，天地，因为它是天德那里出来的，所以我想到，哎，天德，那天地也是很好，所以我给李玉阶写天地，啊。以后他李玉阶就创立了天地教，是我给的名字。我们真佛宗的弟子也有说，啊，我去天地教了，他不知道那个是我给的名字。李玉阶在六福客栈，十二楼钻石楼吃养茶，啊，对对对，钻石楼吃养茶，你们也在啊。对呀，是我给李玉阶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中的弟子也跑道场，跑到天地教去，然后就皈依了天地教。结果他不知道那个天地教是我给李玉阶的名字啊。还有证人呐，对不对？在六福客栈呢，我们吃养茶。吃养茶就广东点心了，他请我吃饭了，请我们吃饭呢，因为他在天德教王德普那里看到我，所以一贯道啊，师尊也曾经参与，师尊还是点传师，我是点传师哦，我点贤观啊，点贤观，这个锁握合同音，
念五日真言，念五日真言，点玄关，念五日真言，所报何同音？啊，一贯道，我去过，他的道场，那个香山母性宫，彭王锦珠的，彭王金珠，那个住持彭王锦珠，香山新竹香山母性宫彭王金珠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他也打电话给我，一贯道，我也曾经啊经过一段，我还是很尊敬的、啊，像这个。耶稣基督，我成为咕噜，我还是很尊敬，我结缘的上师也很多，结缘的上师也很多，但是最终我是以了明和尚啊，萨迦派，了明和尚是红教，萨那个花教，萨迦派是萨迦正空上师德松仁波切，那白教是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，黄教是图登达尔吉上师，我也结缘了很多师父，那我也是依他们的教法，所以我在我个人来讲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一起尊敬，但是你要知道以什么修法，你修的是什么法，因为我们真佛密法最单纯、最直接、最适合现代人修。你只要有主就可以了，有一个主，啊，有一个主，主要的就行了，其他的是结缘，一起都尊敬，可以的。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。啊，师尊本身也跑很多道场，我也有这个道长的证书。道教这个道长的证书，那个通灵密法书里面呢，我写到的都是道法，通灵密法书里面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印尼的莲花某某，你这样子修法，这样子做是可以的。我个人这样子认为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过来的，但是我也祝福你，这个你在修行上有成就啊，将来可以弘扬真佛密法。所以师尊的人呢、啊，不会狭小到说哦，你去当慈济人就不好，不会不会，你去做慈济人很好，因为你做的是知良道的啊工作，是很好的啊。你去华古山也很好，当华古人也很好，至少你会打鼓吧，啊，打华鼓啊，还敲钟啊，那里有一个钟。哇，很大的一个钟，法鼓山的钟，当法鼓人也很好。你去佛光山当佛光人也是很好，那佛光人也是很好，因为他佛光是各中界阳啊，他的这个他所印的这个大藏跟里面的很多，也有很多的宝贝的东西，佛光山，
当佛光人也很好，你到中台山也很好。啊，他是一个禅寺，是学了禅宗，也是很好。华谷山也是禅宗了，这东出老人啊，东出老人的底下都是好，没有坏。师尊认为都可以，但是你要有一个主，哎，有一个主就可以了。